就没有一个反派。玩完这关，这关炸弹王国还没玩。对，这是隐藏关卡，先玩炸弹王国。哇，它就跟马里奥派对一样哎，就是。对啊，玩哪一个？十回合。那就是马六派对去北极哦。是啊。有人知道这游戏吗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一代是不是少了一个库巴？可不可以没有办法一打四了？是不是？嗯。所以他是跟以前一样，最多就支援要分组吗？还是我们就是一人一队？目前现在是一人一队。对，我们现在是一人。但是中间的小游戏有可能会。我知道小游戏会乱分。暂时。但是我说他一开始这个不就是会分组吗？还是没有？一打三没有，我指的是上一代的时候可以一打四啊，库巴可以自己单纯拿一个平板，这一代是不是不行了？平板就是库巴拿。嗯。如果是这样的，你是第一次来，对，放哪里？第一次来，你们是第一次来吗？好，帮你看一下，因为我在调聊天室。非常危险的换台有什么用？上一代有一台平板跟一个主机。对啊，以前的 Wii U 可以那样子弄，现在这一代没了，所以一定只能。那这样我比较想玩 Wii U 的。因为 Wii U 可以，库巴可以单纯有一个人去跟别人那个，这一代的话就最多就是常常会有一打三的情况了，变成这样。要跟大家讲一下冒险规则吗？哎，玩到不听了，算了，你们会玩了，玩就会了。决定顺序。啊！三五，哎靠，好快啊！你是第一个。对啊，我是最后一个。没关系，这种东西哦，我都喜欢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都可以搞前面的啦，你想搞我们是不是？对，前面是我一个一个把你们轮流搞一遍。你是不是想搞他？快点啊，路嘟嘟说他也想玩哦。我们有五枚金币，这应该这有办法线上吗？不知道，可以线上给，可以线上跟别人啊。我不是打吧，我说那个嘟嘟赶快来，这超好玩的。他说管理员超智障，快玩线上管理员。聊天室要放大一点，不够大吗？哎，他拿一颗星星要多少金币？十个金币，三行就够了吧 ？Easy。噔噔噔噔，这样子可以吗？黑盒可能会挡到哎，还是放角落？哪里最不会挡到？什么是黑盒骰子？等我一下，这叫我的骰子。嗯啊、我把聊天室调个，等下我把聊天室调小。角色都自己的骰子哦，他的骰子是零，然后其他全部。你要试？还去？我靠！等下我聊天室不见了。现在开始吧，这是太无耻了吧！我聊天室去哪了？等等等等等等，好，你可以先开始啊，只是我找不到我聊天室。咦？零。变形，排序。变形。啊！至终画面哦，有了有了。要不要丢回原点了？哎、欸。没事啊。不是，我刚看到他倒数哎，到零感觉就嗯汤啊，感觉要被爆炸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看一下你的骰子是什么？菜渣的骰子，菜渣的，这个哦，我的吗？我记得它是3, 3, 4, 你说我的另外一个骰子吗？哦，1337，这里奇数骰子，13357，1337，好，骰这个零，吃屎，当、嗯、哦，不好玩，三，好像没星星在哪里？哎，对呢，一开始还没有星星吗？我刚就是他，反正这个游戏就是不是比金币数，但是要有金币才能换星星，然后他是比星星数的，嗯，所以星星数越多越赢。应该说比的第一数换星星。我可以直接加钱呢。对，你有机会踩到啊，丢骰子吧。加钱就是。那我记得他以前不是比的第一数换是星星一样看钱吗？玩到地主，玩到地主。对，然后这样，还有什么？按跳回去就好了。看一下，中间可以回转。然后他最后面不是还会有什么？就是假设游戏赢最多的人会再拿到。对，会再拿一个星星之类的。对，就是或者踩到最多红色格子的那种之类的。之类的，他会有额外加成。你离七格就有了，所以我刚刚丢骰七，我就直接有星星了。可是这你没钱拿星星呢？也是，一开始没钱。也是。三。有，看来大家距离都蛮近的嘛。欸、对啊。对啊。你会跟我撞到哎、欸。我痛。有、哎，那我招。Yes。海放你们喽，录一集。你什么？我看我的骰子什么？1567。祝你骰到一。你一定全都是一、啊。我就是要赌爆。你一定全都是一。一你有一半是一耶。可是你要想，我有一半的是很大数字。小游戏，我有哦，1:3哎，哈哈，哦，一比三，铁之网球是什么？哦，该不会是我有大拍子哦？哎，不一样哎，他要打我们哦，他打我们，只要我们三个人有人活着就算我们胜利。他要用他要打炸弹，炸弹用打我们，对，然后。这样就死掉了。欸、我们只能移动 A 啊，这太难了。按这个 LR 开始那个准备，按准备。哎、欸，我这感觉超难的，我们超难。
谁是我们这个方法，魔王我是击败人，你是击败啦，你想打我们？我们这个方法你知道什么方法？把反向遥控器抢走。不要打我！耶、yeah, ，我们当然要。不要打我啊！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我他只想打你。走位，我走位，我会走位啊！我会走位。太难了吧？我看球在哪里耶、欸？啊！我帮你们拖了很多时间。不要！走位，要走位，要走位。啊！不行！走位。七秒，走位。七秒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。不啊！不！耶、啊！ Yeah! 可以。我开始看球在哪呀、欸，烦哎、欸。耶、yeah! ！你活下来，你分数比较高吗？希望不要。应该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哎耶、欸 yeah! ！要摇机长。耶、yeah! ！好无聊，每次你。我还在后面挥啊。多一个。为什么我没有比较多？躺分的感觉。我们躺分哎、欸，好爽。好爽，躺一波大的。没钱，我家我不能买星星啊！欸、哇，胜利加10元呢、欸！哇、哦，跟之前一样。嗯。只有第一名跟第四名。换谁？换你。换翻你。从翻新开始。可是我没有钱、啊。那个角色加是什么意思、啊？什么是角色加？加角色吗？会多一个，对，你可以多一个同伴。我没钱买星星。多一个同伴，同伴可以干嘛？哇，获得星星的机会。你绕一圈再去拿嘞。啊，幸运草是什么意思、啊？幸运草还不知道哎、欸。给道具啊。啊，多一个角色可以做什么？那个角色他会给你一颗骰子。Oh my god！ 我获得许多冲刺蘑菇哎、欸。哇哦！有钱了。你有钱买星星了？那你要绕一圈。没有用、啊。一开始拿星星都蛮会。我记得星星拿了之后，他会换位置。会，没错。而且这也是星星，好像可以被道具抢走。我不要甩零步的，我要水银的。我们就有拿过阿静的那个啊，你说把那星抢走对不对？我要用小鸡鸡骰子一般的，因为不然你甩到零的话我就没机会了。快到，干！哎、啊欸，他会倒数哦，这边会爆掉，你看会等下变成3。糟了，有。我跟你讲，这边要不能待了。哦。等一下，鱼竿再踩一次，我再踩一次，反正踩一次、哦、OK， 我们全部就在那边给他炸一遍好。好，可以。那我用这个好了。快！2、3、4、8，哎，对吧？1、2。你要吗？他就踩到三、啊，他踩到三，然后他就没有，他加2块钱，然后他就拿不到星星了。啊！他拿到星星了，他拿到星星，他刚推我，他刚推我，按不要。哦，你可以按不需要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不需要，要留给更需要的人。对，留给更需要的人。我们看起来很需要。你看我们，你好帅。获得星星，哦，有了第二名出现，并列第二。Daddy， 罗杰他领先了，下一个星星的位置是在，结果就在我前面，好耶，哇、哦，好远哦，哎、欸，在繁星那里，我隔壁啊，哦、哇，不对啊，这样子我们绕一圈就可以，乖。到得了啊！我到不了吧。小心金价格，不要踩到红色的意思。什么是？但是什么？换毛毛的电视。换毛毛哦，对啊，其实你应该是没钱买了吧？先买道具，你可以买，你可以去看。我记得有5块钱的道具，你可以买一个叫金色的管子。记得有，哎、欸，还没到。我只能自己选是是。没有没有，前面才是买道具的。你这是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毒蘑菇的对手才是减二。减二。花毛毛就是那个鼻子很大的那种。好坏、啊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就丢到一啊。我要看一下地图。不用看啊，往上走啊！一不两，差9个啦，你来不及了。5、6，它上面写啊，零星星9个。你九个，你的角色下面有写9个。对啊，你写北角。你忘记我可以打7耶？啥呀、啊？啥呀、啊？那我一定玩爆，我一定玩路易吉骰的。你就不要1啊，1，你按到地图了，你要按上。上面那颗。嗯。耶、yeah! yeah! ！一次惩罚，你知道吗？去啦！哇！好猛啊！也碰不到。星星在这儿。你要去吗、欸？我要去踩那个幸运草，哎、欸，是啥呀？白痴哦、喔，你是踩到。可是如果等一下我拿不到的话，我在这边绕就没有意义。对啊，我拿呀、啊，去啦，别怕。我要去上面，我也要拿道具弄你们。撞屁、啊！哇，你撞他哎、欸！嘿，你加3，骰子加三，好棒哦、喔，这个可以。要玩游戏了，小游戏。刚刚谁踩到？没人踩。4人小游戏。哦，对，这是独立分队的，对不对？来啊，带龙水枪大战，滚来滚去木桶赛，这是什么？可能是有大猩猩的那个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什么、欸？移动。哦，要这样哦。然后嘞，向前挤可以提升速度，可以撞人、欸。在水桶上无法加速，但是可以撞人的意思吗？
啊，可以，就是尽量不要滚到不要滚到草根那个。哦，白痴，我的画面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哦，然后那个好像可以加速诶，那个。可以，微加速。真的。啊！你撞我！啊！你帮我撞好了，回完了。按 L 啊！按 L 啊！好难哦。按 L 啊！耶嘿！我绝对不想因为这样撞你。所以前面一定会有一个草啊！搞什么？我要撞你们！完了，这边一定是走边边比较快，我感觉到了哦。不是好快啊、哦！不是、哦、太快了，好像不能走边边，边边好慢啊。大家都想要从那边加速。哎，好像那边真的比较快。耶、我撞爆你！哎，我怎么还倒退路啊？怎么会倒退路啊？我怎么啊？不，可恶！我感谢你。为什么我会倒退路？你太那个了吧？太斜了，是不是？斜到反过来了吗？对啊。我倒退路。你这样子玩了、啊，好难哦。心机哦，可恶。都下回倒退路，你刚好倒退路啊！我刚本来第一名的，就是倒退路。哦不，叮，穷追不舍。换、哦、我吗？第三回合。对。你可以拿了。哇，你又可以拿星星了。你钱也够了吧？踩到一就好了。咦、欸？哦，零跟四。可恶。买星星了，买星星。买了。我们是不要待在这里了，感觉这边开始要危险了。对啊，要蹦砸了，才要惊叹号。因为我们需要有人有个实验精神，牺牲一下。对啊，我们都没看过被炸到会怎么样？开走跑掉。哦。哇，因为他钱比你多。哦，抢他的钱，抢他的星星，抢他星星。黑河变第一名。在哪啊？左边。感觉是左边。我觉得会在左边。哦。哦，在外圈呢，鱼竿有机会吗？哦，可是鱼竿没钱。有啦，他八块，他剩八块，踩两次就有钱了啦。不要他踩到红色扣三块。Oh my god！ 你们骰子都付了，不要忘记了。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道具。哇，那我又是捡到的。干，我一定要用十。要不要用我啊？我因为我没有用啊，我现在没有任何杀伤力。哦，可以往左边走。嗯。塞，一可以啊，哎、欸，一不错、哦，我有同伴了。好哎、欸，啊，他是自选的吗？没有，随机。谁呢？来个古巴。古巴感觉很猛哎、欸。啊，公主哎、欸。B 级公主。他的骰子好像不错哦。偶数骰子吗？什么骰？什么骰？请多指教。024446。偶数骰子。还不错、啊，024446。看我，他会多给你一，他还会额外帮你塞一个。要马上使用看看吗？你要让谁减二？不要弄我啦！你弄那个路易吉啊，你们两个在隔壁而已。不要弄我啦！他是最有可能跟你抢星星的。哦、啊啊啊，哇！好近啊！哎，你路过的道具就不用买了。哦，你买道具会没钱哦。不会，我有20块啊。谁啊？鱼竿没有钱。你想要踩哪一个？踩这个吗？用这个啦，2348，你差4格就有了。可是鱼竿他没钱。也是。哇吧，拿不到星星了。哎、欸，可以买道具。哦不。你也没有钱买道具，有钱吗？我可以卖东西吗？不行。你不买？他没钱。我没钱啊。也是。就我也买不起星星。哦、买不起星星，他会怎样？他会写什么？哇、哦！算了啦，你有一颗星星了、哦，让给我们。哦，对，让给我们。有钱。耶、yeah, ，有钱。欧力，你应该跟他赊账的。赊账。哎、欸，不要忘记了，我有道具哦。你是什么道具？干，一定加三个，那你一定拿得到星星啊。我才不要用路易吉骰子呢。哎、欸，用路易吉骰子好像也可以耶。可以啊，你一定都是四以上啊。我有一半的几率，我只要骰到三。快。哎、欸，如果我不一定会加一，一定有啦，你加三四个一定有啊，所以你看你要用哪一个？加三就减二啊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。回边，好快，可以。好。一，呜呜呜，星星。四五，我还可以买道具。欸、当你跟我是加一还是加三？加一，因为我被扣了、哦、加一而已。哦，你被扣了，哦忘记你被扣了。加五哎、欸。你钱多、啊。对。哎、欸，你再买完星星你就落后了。不会，你会啊？
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目光绝对要放远。Oli，星星，小可，是不是？我是 是只剩我没星星而已。对，爸，不会啦，我昨天也是啊。哦，我很有信心，接下来的游戏我都会赢，我就永远不缺金币来源。嗯，Oli进去了，他钻进去了，钻到木箱纸箱里了，他有可能会尿尿。耶！路易吉变第三名了，变成第三名有点逊的感觉。我们牛肉面口味的波卡还有吗？波卡乐事，波卡是旧名字啊。同一个啊，我想吃哎。同一个啊。那个好远，那个我还没吃过哎，好吃吗？还不错，我觉得。我只看过影片，但我不。我想吃，我只能要去拿一下。隔壁吧。嗯。哇！是在那边后面那边对不对？好，帮我拿，我要吃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对手其中一个人减少一。好坏啊！我获得许多，许多是怎样？哦，两颗耶！有偷道具的，可以去买了红烧牛肉面头。哎，你看我现在道具栏有三个道具，这是自然道具。对，这真的超红烧牛肉面。哦，哇，好红烧啊！好鬼红哦！哎，你们这样手油油的，不会啊，不会碰到。用那个，那只手熟嘛？这是嘛？这是嘛？当做罐子慢慢摇晃，使糖果倒出来。哦，它是要有摇角度的摇吧？哈哈哈！哎，好难哦。比想象中的难一点。出来！重点是它。好奇怪。它不是那样子摇的。这颗、yeah! 这颗太奇怪了吧？这颗的形状，最后一颗超难出来。这颗是横的绿色，那一颗对不对？好、啊，按 L 啊。哇，太可爱了！好酷啊！快出来！出来！你在干嘛？耶、好快啊、哇靠，你怎么摇的？我超会摇。有了第二名，我玩那么多。你好会摇糖果，我连瓶子都拿不上。你好变态，他一定很喜欢这种情况，他一定很会这种动作。你怎么没有手动？你的摇杆都油油的。这太大颗了吧？这个是怎样？耶！哇，你比他快一点一点而已。Winner！ 噔噔噔 ，Garbage Game。你说什么？不要玩啊！糖果，糖果，我怎么有很多香菇？鱼竿单身多年。持平。啊，只再买一颗星星。我还是第四名啊！可恶。第四回合了。距离八格。什么道具？别人减两步。哎，为什么呢？香菇，你有很多颗大树香菇啊！他刚刚要弄你啊！他是怎样？他很爽，是不是？平衡打击。啊！哇，这么巧，刚好零。嗯。哦，他又捡一颗道具。哇！好棒啊！不会赢了吧？哎，其实还蛮赚的，虽然没超赚的。那个东西价值。我有同伴了。可以使用骰子增加、啊。看看他们偶数骰子。0244666。你刚刚有偶数跟奇数。对啊。这个、欸。可是这样子就变成里面有一般的骰子了。没有啊。他有啊，还是有啊，我只是增加而已。他骰零的话。哦六，然后同伴再帮我骰一个。哇靠！好棒哦。好猛哦！哎、欸，这个好猛哦。哎、欸，你去那边干嘛？星星在左边呢、欸。这里不是吗？左边在左边。哇，你这样绕远路，我干，我回不去了、啊。那你只能往上走了，绕一圈过去。真的假的？因为你在这边转啊，我去拿星星换。我去买道具。关机。没有哎、欸。画一个这个好了。不错不错。哇，才加钱而已。差一点，差一点就要踩到金蛋号。可恶。那、哦、我真的是绕一大圈了，完了。那金蛋号跟那个是怎样？嘎逼巨剑。是不好的事件啊。嗯，应该是吧。你差几个？14啊。我还早嘞。我要绕好久了。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事件，但是要看地图。
就是它每个地图可能那个效果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是炸弹。你可以飞到别人旁边啊！你可以把对手的信心或金币抢过来。干我！太过分了，我没钱了啦！抢他的啊！你要付三十块。三十块来讲，你可以抢免费的金币啊！抢不到我的，不要再抢我了，我要去中毒了。五块钱吧？不，抢是抢多少？我只有七块钱。想想看。啊，现在钱最多的是哇，我没有信心了，你怎么会抢一个最后一名呢？你要抢的是，不行，因为你买了以后，你就会是你前面，你应该要抢繁星的，因为它是现在的有可以买星星，可以买星星的，你抢了它就不能买星星，那 你抢菜它不影响，是他们说的，对啊，因为我太远了，来，他们说的，没关系，交涉成功，结果就按到菜闸，我怎么不能抢你？快点啊，就抢他啦，抢我干嘛？抢我。多少你抢我还是一样最后一名，所以没用啊。我有一个好东西，七块钱，都是他们的错。没关系，我要抢回来。我要抢。可是你抢七块，他还是可以买星星。我吗？对啊，對你抢我还是可以买。然后我还是一样都不能买星星，只是会。哇，你还推他一把。哇，雪上加霜哎。好啦，那我就是星星离我很远，对不对？十七格，十七格哎，好远啊！你慢慢走吧。你不用爆冲的，你不用倒计啊。那我要返回，来不及。你现在减二哎。对，你现在他怎么自己丢了？一步。不，这是啥？哎，这还不错吧？不过你才走一步而已。哎，怎么突然？你还咬烂的。我有十个耶，可以买星星。你有三个道具，你要走十几步哎、欸。再买小游戏。哎，我还是有机会。是人小游戏，赚钱了。小游戏，水枪大战好像蛮好玩的。哇，还有这么小哇！好猛！我刚刚也想玩水枪大战。哇！相对手射出的话，射出五发水量就会用完，摇晃可以加水。移动触发。哎、欸。哦，在哪里？哦，我懂了，摇晃是补子弹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一次补几发？啊、好难啊！他一次没了，一次补几发？不知道，来吧 ，L R， 射五发水，然后就会用完，摇晃可以加水。我已经 OK 了。哎呦，不要忘记我是射击大师哦。他好变态啊！关 L R， 你还没按呢、啊，就你摇又乱射死你哦！不要射我、哦！是的、啊，喂，射我、啊！不。不、啊、我出去了啊！啊，别射我！守卫，你看、啊，哇，不行不行、啊！不要在边边补子弹，我刚才。快点补子弹！对啊，不！你知道吗？他以为中间那个水母鸭都会跑比较快，结果会那个水柱把你顶走。知道，当然顶走啊！试完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他们射击大师。他不是射击大师，色情大师。我看啊，没钱。哎，你要接受他们从他们。不知道，没关系。我还是第四名，可恶。嗯，第一名呢，钱又最多，又有星星，又有钱，可恶。哎呵，开始。有房有车。你要用什么？哇！我只能用这个啊！他要爆冲啦！大爆冲！他只要踩到三零上面，所以你就用试这个，对，就一定会，就你买得到星星。我买不到啦！没有钱。好远哦！那你为什么要这时候用？我在看啊。哦。我在看地图而已。六七。下面是七。嗯，好，那我可以。可是你应该买不到星星啊。啊？哦，我也买不到啊，我买不起啊。那、欸、你走那边。这是怎么走的？是操作是不是？它会往中间集中。那我拿不到。OK。但我不能追他的这个。嗯。没有，我怎么离开？不能追的为什么？拉回。我现在健康。然后嘞？健康。返回。对。好，我往那边走。黄毛毛的地儿。哦，又一个，好爽啊！哇，买一送一耶。嗯。那、哦、我是不是离超远？十九格。没关系，你在这边迂回吧。我迂回哦。
好吧，现在用骰子好像也我也拿不到。如果你打，那我觉得没关系，你就跑啊。你打到六再加上五也才十一而已。啊，加一二而已。四。哦，九格哎。四格。我拿他。哎、世界。哦。要爆炸啦！逆向吗？不剪啊！没有，会变成从另外一边而已吧，会走另外一条路。刚刚是从下面走，现在从哦，加油！八格而已耶，你有冲刺菇啊？有机会，你有冲刺菇。哇！第一名，八格，好棒啊！他还放我们了，没有一般吧？对啊，没关系，那边就只有你最快到、啊。他还放我们，他还放我们了。哦，哇！哎、欸，金矿机会，对，你哎、欸，红色是扣钱而已啦，它不会到扣钱啊，可以往上变成，往上是四件，往下是扣钱，三块钱而已，不会，它不会扣到啊，这个会扣钱啊，哎、欸，两步吗？剩两步吗？哦，我只有两步吗？你剩两步，你剩两步，我觉得你就扣个三块钱就可以买到星星哎，可是你往上走就没有星星的，看你喽。是我会选扣三块，反正钱那么多。对啊，对啊，反正我刚给你七块钱。怨念好事。不会啦。OK， 还好嘛，还算快。冲攻。耶，换我啦。我们三个都在这，哦没有，两个而已。有一个是我的好伙伴。哼。好多、哦，你要冲啊。看我的路易吉骰子，六，最少也有六步，七步就十三步，哎呀，六步，十格，哇，哎，一次推两个，耶，嗯，哇，想偷谁的？偷谁的？偷第一名啊！不必啊。投第一名啊！投第一名啊！你投那个三块钱没什么好投。随机好了呀、啊！你投我、啊，你有种投我、啊、来呀、啊！随机投啦！投第一名啊！他只有三块钱，你投啦、啊，有种投我、啊。第一名，我给你们两个。我第四名呢，你投我没道理啊。因为你等一下投他也没钱啊，当然是投我。我至于十五步我也买不到。我觉得基于公平起见，有种投我、啊，我们就按随机。有种投我、啊，随便。啊，如果投到三块，我也没话说。随便。投我最赚的。你就是小鸡鸡嘛，只想交给别人。投第四名很好的顾家 ,fight you! 说明他这次投不一样多。喵喵喵。哇哦失败了。好多。太小鸡鸡了你这样子。你等下可以投回来啊。没、欸、对。对我你要随你要随你阿妈。你不可以有这种如此深的怨念。哦、yes. 这好像你自己玩的。没有没有，大家的都会拿啊，他好像会摇，震动波一决胜负，只要按，请决定要支付的，你要支付多少？啊，好多、哦，分别向大家收集没？要怎么办？我就三块啊。总之先用二四枚进行对战，就等一下会震动，然后马上按。什么记住强烈？所以嘞，要最强吗？啊！没有人按到吧？我第一秒。你回来了。好奇怪的震动波、啊，那就是对啊，好奇怪的震动波、啊，还你了嘛？还你了嘛？是死我把你玩到头你。小到那，然后在最大的时候按。最大的时候按那个波。哦，所以它前面是练习，让你感受一下啦，就是让你去记住那个感觉。又是这个。怎么又是震动？哦，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拿到。对。没有。这是什么？当震动变强的时候，就挖掘看看。这里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有点像那个金属探测器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只要感受一下那，然后不能碰到那个。好，会玩了。L R，我可以挖别人吗 ？L R L R， 我可以挖别人，我可以挖鱼竿吗？不行。你好变态。挖小啊。我可以挖那个刺刺的吗 ？L R。不挖耶，要扣钱嘞。那个那个刺刺。赶快 L R。哇，为什么你路弄弄弄弄弄那么多？看位置是不是固定？开始了。哎、欸，位置好像固定哎，然后只是钱不一样。呼呼，你这边是鱼竿好猛哦！他怎么了？他挖了很多吗？你看九块，他十四块，十四块，花到九块。二十了哎！这边是不是都没东西了啦？没钱了啦！哇，十块！发呀发！没有东西啊，我这边二十七块。
好多哦，根本找不到东西。我是蛙娃、嗯。你是？啊？我？好多哦。哦，很低耶。我还是最后一名啊，可恶。下一回合，哎，过一半嘞，第六回合开始了。你好远哦，二三个。不要。可是你有很多个。我很多个什么？没有，只有一个。没有啊。你是白痴哦。这么凶的吗？超凶。零。你还想要道具？你可以啊，好像你应该可以买，我觉得你可以买。买屁呀买！他自己有一个。买啊！我自己再买一个啊！我就可以再买一个、啊，再买一个啊！不要。按啊！我不要。刚刚就是这些。那就不要啊！不要。按啊！这些做直销的不要。我们是老鼠会。三块钱。偷回来啦！超远的，距离十五个。你可以偷钱。把它用掉了。你多少钱？我有三十几块钱。我可以投星星。对啊，好棒啊！我劝你是按问号啦。我有三十五块了吗？怕了吗？我有三十五块。现在是不是怕了？我有三十五块哦。我们不要这样冤冤相报哦。不行的，不行的。我有三十五块哦。他捏到我。我有三十五块哦。没想到你居然来了这里。好贵哦。是我一定会投星星啦、啊。因为你等一下一定会比前面的人先拿到星星，但是你就是想，等一下星星可能在哪里啊？如果你偷了一次，你等一下可能就会。去你啊！偷多，你钱最多哎、欸！他没有听完我说话。我还是第三名。哎，对，这样他等一下还是他会比我早拿到星星啊！他等一下一定会拿到那颗星星。对啊。白目，三十块那么贵？对啊，好贵哦，这样值得吗？我在第第三名而已，我觉得有值得，因为我觉得不，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名，不是，你那边是第一名，你那边第一名，有了有了，不会啊，我等一下跟你偷钱，不是啊，我不会变第一名啊，等一下鱼竿拿到星星，我就不是第一名了，那要我拿到星星啊，你一定拿得到星星啊，现在只有你拿得到星星，哇，你往回走吧，因为那边是鱼竿拿的啊，我去挖矿算了。下面的话你会扣钱，而且鱼竿会比你早走。我觉得你去挖矿啊。我跟你啊。查看地图，一二三四。对啊，鱼竿会先走，他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可以挖矿。那也要我走得到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应该会。也是啊，如果他等一下没走到的话，你只要差两块钱就可以。那等一下小游戏你只要。好，赌个小游戏。这个老鼠会的讲话你也信？哦，我还没道具。你有另外一个骰子也可以考虑。骰子啊，另外骰子没有比较好、啊。差四个。差四个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几率比较……哎，没有，对，这个几率比较高。几率比较高。这个一半。啊，太痛了。啊，乖乖啊。嗯、啊。有不？我拿不，你把星星拿走。买一下、啊欸。不要、啊。他已经买了、啊，他买啊，那个管子。哇，那管子超长的。我靠！他是直接到星星旁边。看。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，真的。还有办法再买吗？富可敌国。不行啊，一直只能买一个，你想干什么？哇靠！他买星星啦！他买星星，等一下只用管子，然后再买星星。富可敌国。想害我？我偷你的是对的嘛？你变那么强？是是是。这游戏输输，耶耶！这游戏输输都是真理呢。游戏我明明刚刚都自己赢的，你们在那边。我们只躺了一把。哇，变到第二名了。Yeah! 我还是最后一名，可是没用啊！等一下你就传过去了，我就没用了。我等一下偷你钱，赶快把钱还我！王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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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佐在哪里？啊！靠啊，那不是我刚那里吗？哎、欸，你可以绕回去、欸，可以吗？我往下走，没办法绕啊！不行了，可恶、啊！糟糕！啊，他要到那边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又可以再转一圈了。哎、欸，我最近，啊，你最近。哎，抽芝麻锅，好爽！抽芝麻锅，我现在讲话有没有很像脱？爽啊！你抽象阿鲁，啥一啊？啥七？啥一啊？七！哈哈，我踩多少都可以踩到、啊。哇，两颗星星！还不偷他东西？五千块！别别别别别！星星，那、啊、你不会偷回去呢？你等一下也可以再经过一次啊。我已经买来下一个星星，我就直接过去了。Oh yeah！
可恶，感觉下一颗就在很远的地方。我觉得会一定跑到右边去了，他已经在左边很久了。可恶、啊！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下一颗他直接升在你前面，然后你步数没走完直接走过去？你觉得有这种机会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这么过分吧？啊，好像会哦，不会，好远哦，好远啊！这边流放了吧？超远的，这个是整个就是世界的尽头哎。我剩一步哦，这是什么？金矿机会？金矿机会？真的、哦？玩一下。去玩一下啦，没玩过的去吗？看一下是什么？看一下啦，看一下。是啊，第一名来怕屁哦。都叫金矿了。我在这边拿过星星金矿了，真的啦。啊，我就玩，我是想要拿那个角色，额外角色。金价格，这不是金矿吧？这是坏事吧？这是坏事啊！什么金矿？金矿明明就不是在他旁那个往前，还要再往前，对啊。你按我的 switch， 你按我的手把啊！我受不了了，更改星星的位置，更改星星的位置。我要算一下，快点，一二，挖到更新的位置。哦耶！好爽啊！哇，少十五枚！发红包了，真的是发红包，这是微信红包吗？超多的，其实这是微信红包吗？微信。二二哎，哦，好多海星，二 v 二，嗯，两个触发，两个没有触发，什么？绳索绕图形啊？什么意思？绕出跟题目一样的形状。哦，我自己。哦，我懂了，我站在这边，然后你知道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这样子。往下啦，别气。你把，你少一个，对啊，你少一个。不是，你要回去啊，你要回去。可以啊。我们的舞台啊 ，L R。不是，你刚刚不要动，好。我们就讲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就先讲好，等一下谁要左边，谁要右边，就我们就按照那个就直接那个了。对，往下。你多绕了一个，你多绕一个，上去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样子走，我走不到。对对对。L R go， 我 go。L R go， OK。好。等一下我就先讲谁要左边。取得三分哦。OK。反正就按照他那个，我们两个逻辑应该都不错。没错。数学逻辑。第一回合。我下去。你去上起点，你去上起点。快点完成，对，从那边。来，你要从那边。下来。你要当回，你绕到那个线，你走，你走，往右，耶！你当起来，我当起点，所以是我当起点。没有，我们不能，我们要绕对的地方。我到那边。那下去，这样子，你从下面左右下去，你去右下，这样子，对。耶！我们两个差一点，都差不多。好，哦，这简单，这简单。好，这样子过了。耶！完成，完掉你，掉你。你把头带右移，那为什么动很足？对嘛，让右移啊。那才两块啊，没有加十分，给加十分。我们是不是如果有默契按就不止两块？因为他那个机长没有哎，昨天玩都是二，不是。我是最后一名，你看你前最多啊，我们是没变，没有最多的不是我，我偷你钱我就可以帮你买了。我们是逻辑小队 ，Logic。有 ，fuck you， 哇，又是道具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偷，你要去偷钱，偷金，他要去偷那个。我觉得你要按问号。哟，哇，干嘛？哎，交涉，你干嘛？完了，你要给他钱，暂时打扰你一会儿，不是零就是负一。炸弹兵专用的骰子。哇，追神哦！哈真的是追神哎，追神，真的是追神。你有三十元吗？没有啊。哇，你能投金币了？刚没赢的话就没有了。啊，你可以投。我觉得你可以投第一名了啦。我觉得随机了，我们都看，我们都投第一名，投第一名，投第一名。随机的道理。投第一名啦，投第一名啦，一定没有随机。你投我干嘛？你投第一名啊！你刚刚怂恿他。你投第一名。第一名呢？啊，怎么拉到长城？看你这个是那么一串的串珠哦，他动作好嘲讽，应该从屁股拉出来。哇，还加三，加你钱好多，又放了一只那个水神啊，就是刚刚那个踩到四件啊，所以我会往上走啊。嗯，十八格，好远、啊。你没忘他有金管子啊？对，他是他金管，不要零就好。我觉得你不如就开始往一些反方向或奇怪的地方走。哦，七赌下一个星星在别的地方。啊！我要先去买一个金罐。
有欸，金管，金管加十块。我买不了金管啊，钱好多，不是钱好少啊。欸对，可是你等下买完星星你就剩零块。对，我就刚好剩干死牛老师剩三块了。完了，这边好像危险区域耶。可以啦，不要踩到金管啊。我要用管子。哇不 baby， 那我果然不应该。没有，你应该要买管子啊。对啊，我还是应该买管子。哇，差一格而已耶。对啊。你用另外一个骰子啊，有机会加二、欸。更有零的、啊，用加二的、啊。我只要有。啊！可恶。哎、欸，一二三四，他要扣三块钱。哎、欸，好像是。当然会买啊，怎么可能会不需要？他真的不缺钱。他不缺钱、啊。他变第一名了。富爸爸。哇！来来来来来。水星口味真的好吃，还不错。你现在是有红烧，但是我还是要原味。没有，我会喜欢再清淡一点。它就是红烧牛肉面，你们想怎样？清淡不起来，清炖牛肉，它是清淡不起来的东西呢。好远啊！好远啊！没关系，你有金管子。我有金管子。所以我等一下往下走，因为你会用金管子。可是我顺路哎，我好像不用金管子。你要啊？可是你在很后面。哎、欸、不，你在我后面哦，我走过去也来不及。哎、欸，他可以往上走，你好像更快一点。我现在往反方向走。你十八步哎，你不需要往反方向吗？他就是要堵啊。哦，你要堵，因为我一定要，你想要怂恿我用道具，怂恿我用金管子，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往那个方向。小鸡鸡。哇，七步。你可以写诗了吗？可以。写啊。查看地图。一二。嗯，那去买金管子啊，不是蓝色、红色这个啊，对啊，去买金管子啊，你不是要买金管子？我买金管子就没钱啦，你们想骗我？没有啦，你至少要先有那个啊，可以传送过去的、啊。过不去啦。哎、欸，不然你去，你要想采道具啊，没有用啊。等到他那个红。四间格不错啊，我也觉得四间格不错，我觉得那边绕圈圈。哦，不对，你会到这个里，对啊，绕啊。啊，有种你绕啊！哎、欸，搞不好我的炸弹会缠到你身上哦。绕啊，不会。绕啊，你玩过、哦？绕啊。快点啦！快点！我怎么按？回去啊。哦，哎，哎，哎呀，我还挤你一下，你以为睡神会？我以为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恰恰好骰子，哦，耶，哎、欸，这道具感觉是跟金管子有的比的东西耶，这样会变怎样？一比三，哇，第一名的困扰，摧毁积木，我们三个要摧毁积木吗？怎么玩啊？不，他摧毁我们。哦，我们三个比。哦，赶快打，赶快射，赶快射，什么？啊，我要射上面。他的大炮比较大。他的大炮超猛的，所以我们要按照。从最上面打、欸。对，我们要从最上面打。啊，要合力是不是？我觉得一个人力气有点小。对。那我们就从最上面，然后左边开始，然后右边怎么样？对，他打完了。他打完了。只练习而已。好，准备好了。我们从最上面开始，然后慢慢往左打。逻辑组的加油。对。从上面哦。合作。好，合作。能不能直接打到隔壁？从最上面，然后往左，从左往右，直接打去隔壁。由上往下，由左往右。好 ，Go Go Go！ 我靠，他一只红两层楼。为什么不由左往右？为什么左边只有我一个人？啊，不是从上到下，对啊，从左到右。哦，对，左边最高啊。哎，我去哪里了？有了！耶！快了一点点。Logic， 我只有一个，然后 CD 时间超久，还不错，耶、yeah! 欸！对，只能摇一下，还是两块而已吗？嗯 ，always 两块 ，always 两块。又如果我们很默契的集一个掌，搞不好会加十。那你拿那遥控器全部给一个人，他自己回一下，好像可以哦。他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状况。对，名次还是没变啊，可恶。然后这剩上分了，给我钱，来了，我快需要哦，加高喽，看一下现在的名次吧，还要给人家道具啊，我觉得会给、欸，我这么可怜，应该给 我记得会给最后一名道具，没有，没有，上次不是，上次给第二名，这次预测来宾的会是，应该就是你，怎么是裁判啊？耀西，你为你转，然后给我道具吗？强力冲击，哦，好棒哦，他给你金蘑菇哎。预测我会逆转哎、欸，好棒啊！哇，那也要给金砖头啊！最后加速了，
哦，变加六跟减六。嗯，还有那个吧。逆转的大好机会，一定要善加利。惩罚，惩罚也会加恐怖。惊吓，惊吓，整体惊吓不够。哇、哦！所以那个惊吓格会更可怕的意思。没人踩过，我不知道。哦天哪、啊！我刚踩过一次。不是，非常超级惊吓格。惊吓后都没人踩过。剩三回合了。那个踩应该会死，直接死去吧。距离十五格。而且我还要减一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要甩到里面没事、啊。小三，我要传给路易。哦，加六块钱，钱好多。没用啊！我还差很多，是不是？差几个？九格。你不是要管子？九格，我不要，我用管子，我用这个啊。嗯。九格，我有机会耶。聪明。对啊，我下一次再用管子啊。这个就有点赌。就、欸、有啦，你有四分。这个四分，哎、欸，这个、啊、这个啦，当然是用这个啊。这个、三分之二的机会。公主也帮你。公主也会帮我。嗯啊，二五二四五九，刚好，真的赌，真的赌。你要改哪里是星星？下面。对对对，这边。这里是吧？对对对。看到上就欲哭无泪了。真的，我妈听说。下面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买啊！买啊！冲啊！干嘛买？我觉得你要买吗？可以买啊，为什么不买？只剩还是有钱啊。只剩三回合哎。就。对啊，所以才要最后冲刺啊。可是如果你等一下被人家扣钱或是踩到偷钱，他这一回合结束之后，他下回合会直接买，所以你剩八块，等于没有有还有小游戏时间，你在想对啊，还有小游戏啊，还是有钱的。没有，我记得他这个小游戏不是会有那种就是大家要扣钱的小游戏吗？就是我不知道有吗？我记得会有吧。没有，我玩 Wii 的版本。我要领先了吗？但如果他等下小游戏没有赢，他不会加钱。哦，变第三名，还是第三名而已，可恶。我万一获得幸福是耶！来吧，有些小游戏直接被电，真的。在我前面，在我前面。哎、欸，在我前面而已吗？在我前面，在我前面。哇！哇！还好我刚刚有买、欸。还要充钱？你又可以省了哎、欸。对啊。不。哦，事件嘞，转回来了，转回来、欸，不可以这样，好棒啊！我不会略过那个了，不，怎么办？哇，十六个，没救了，耶、yeah ！不错不错不错，耀西真的要逆转了，最后游戏伙伴很重要，他真的要逆转了，三啊，换我踩到金太号了，还好了。哦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还差二，我好想看他爆炸、哦。我也想看他爆炸。这边惊叹号不少，哇，距离十九格。你不知道十二时间是什么？我看，距离十九格哎，你要都要用道具啦，你还有两个道具，你剩两回合，赶快把它用一用。用一用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想去那个直接偷星星的。我要不要直接拿一个伙伴？算了，不要那个，不要，我用冲刺好了。拿伙伴很重要啦。拿伙伴还不错啊。一个美虎啊。最后面需要。没有，如果我等一下。你相信我。如果等一下、那個，有种你不要拿。我不要。都不要。最后面不要就不要嘛。不告诉你。好，那我就用香菇。好，用啊用。那你如果拿到伙伴，我就点。你竟然用小鸡鸡骰。二三。你竟然不用自己的骰子。来，刚好六格。去下面啦，不要过来。我觉得他会都可以啊，他会在右边。快点啦！好，右边。往上走啦，可以偷钱呢。他毛毛店，你又想买？你道具好多。哦哇！多走对手一个道具，干！我赶快把道具用掉。你星星也可以啊，赶快。你也一定用掉啊。嗯，你这二十，我劝你是用金管子，你要是被我偷到金管子、啊，可是如果你用金管子，如果你用金管子，你等一下就会有点浪费。但是你不用金管子，你只可以拿起两个派，发，发 ，OK， 走位。啪！哎，是哪个？是哪个？啊！鱼竿帮我挡。啊靠！这是走位游戏。我们两个同一队。哎、欸，可以，我试看能不能丢队友。好，按 L 啊。能丢队友吗？不行。真的干嘛？可以按 L 啊。L 啊差不多了。我跟谁？我跟满心吗？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个当坦。我才不要跟你当坦嘞！
你丢就对了，手啰嗦。啊！哦不！啊！哎、欸，还可以互砸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难、喔！啊！不！不要！可恶，没得到、啊！二哥，你怎么可以？好啊！好，继续砸！我好痛！不！耶、yeah! ！最后一个吧！耶、yeah! ！他刚好可以买星星了。耶、yeah! ！我有刚好可以买星星吗？没有吧，我就差一块。他刚八块，他会拿到十块啊，还加十。对啊。哇，他刚好可以买两颗。每一颗。像我是要用管子呢，还是用加速蘑菇呢？钱你是用管子，钱我应该是要用管子了，我想。被我你管子不用会被他用走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用加速蘑菇了。别吵。哦、oh, ，零，还好还好。他要跟多久啊？要不要跟一辈子吧？金矿机会好像不错。花毛毛店上面是金矿，买道具吧。上面是挖矿，升级回合。你们他不会采，哎、欸，你会挖矿吗？可，哎、欸，不会，不然挖不到矿啊。中间呢、啊？嗯，挖矿可以挖到星星这么猛，好像有机会。啊，挖矿就是要顶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差几个？五个。用还是用管子？你不用管子会被他用？不用就是他用。对啊，我一定用管子。啊、喵的。嘿。啾啾啾。这样也不错啊，可以可以，而且又可以偷他钱，可以再偷一次，四五，买星星喽、哦，他变第一名了，暂时第一名，然后他再偷一颗星星，没有他没钱，我没有钱偷星星，耶耶耶。红木哎，三八，可是没钱啊！你要想想看，你偷我不应该哦、哎呦！我现在是最后哦，最后你偷我不应该哦！行行，这个位置很重，王又飞 ，yes， 王又飞，哇，正中间呢！啊，我被选到圈圈的不，我有机会啦！这是谁拿呢？你听听看看，我只能偷钱了，偷鬼鬼，我已经没差了，我就那个星星离我已经去了，你已经偷过我一次了，以公平来说，随机，好，公平来说就是 好，大家都随机嘛，他们这样讲了，啊，上帝是公平的，去就回，一颗就好。哦，哎、哦，八个还好吧？好爽哦！好爽哦！刚好没钱，现在又有钱了。哦，耶！你还是有机会走到。好猛哦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竟然往这边走。哦，我靠！两颗，你偷我一颗，我还是有一颗。真的，这样偷你感觉没什么意义了。我身上跟我没东西，你好像也只能偷他。我也不能偷、你也只能偷我。没东西偷。一二三四，靠，要六个，六个。你有另外一个骰子啊？有到八的，可是就只有八而已啊。这个只有八。两个都是六，两个都是六分之一。六分之一啊。可是有个会不动啊。可是这个有机会拿到，那你就拿这个吧。这个有机会拿到同伴。可以。好。骰。我跟你讲，同伴最后。六分之一。啊。幸运草也不错吧。当然是巨型的。嗯。哦。不像。好像比蓝色格子还弱哎、欸。阿布力。还浪费了一些。蓝色现在扎六哎、欸。偷啊！给你偷啊！给你偷我的蘑菇啊！不要。有种偷我啊！你不用，你挣两回合，你还不用道具。好耶。能偷下了。哼。你走不。好吧，我只有他可以偷。只有一个人。不是，我想说你怎么不用那个骰子？金骰吗？对啊，你要用金骰比较好、啊。如果他等一下到我前面，我就可以直接吃金骰。好啦。你看，
哎、欸，跟我长好像。就是你啊。就是你、啊。喂喂喂喂。耶、yeah, ，阿通应该不能马上用，对 ，OP 了。嗯。那个路易吉骰子。骰子。那走的越慢越好。快、oh, yeah. ！不是，五个。你可以买道具了，你可以买一个不一样的，你下次就有三种。你好像会踩到炸弹。你的最后一回合就可以，这个吧。这我就不用，我两个道具。哦，好痛哦，抽了。那用不完啦。那就金蛋蛋、啊。那一定用不完。金香菇啊，用不完。那个金香菇道具好多。哎，他搞不好有个收集更多道具的人。事件哇、哦，你一定、哎、你一定会碰到那个。耶、yeah。我其实碰到这个我是还好，因为我有金菇又有小游戏。前进钱币之路，接住爆米花， What? 好酷啊！被熔岩击中，是要看影子？对啊。哦，大的，我、哦、靠！白痴，那个大炸弹呢？哈哈哈！好难接哦。我会打人啊！好了啦，会了。你好接到，会了会了会了。他接到一，好难哦、喔，感觉很难嘞、欸。爆米花来了，三呢、欸？爆米花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抢到耶！有熔岩嘞、欸，哦，差点，哎、欸，靠，我以为是，干，我好少、喔。路易吉，你怎么去接？我超少的，所以中太多。不，我又撞了，我又撞到熔岩了，不好。耶、yeah, ，好少，路易吉。十八也太多了吧？天哪、啊，爆米花小王子，我超少的，八四四零。哦，怎么只有八块？还是第一，目前太好了。最后一回合了，六九，你可以买两颗星星哎。你六九，你可以买两根金管子。关键，赶快使用道具哦，道具赶快用一用哦。你没有道具，对啊，好，选择之争的。甩，给我二吧。哎，又可以玩，哎，不行，三，都你啦，抽到了。没了，卖完了，道具卖光了。想到扣尔就有伙伴了。对啊。对啊。没有扣尔，他不给力。没有啊。他爆炸了、啊，还爆了。干嘛？我的钱吗？我爆炸给钱了。没有啊，是没有才能踩到那个。我有机会吗？十一个。十一个哎、欸。有啦，我一定要用、啊。有哎、欸。好，一定有。他妈的。对，这个没有吧？五加五不够。五加六。都是六分之一，对啊，啊你还有伙伴啊，对呢，对，对，看一下地图，一，就十一个啊，为什么要看？对，我想看一下踩到别的种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好，这边基本上这边还好，因为还倒数二而已，所以五或六就好，让我拿，五七还是五六，两个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的，是一样，对，让我拿，我就差两步我就可以拿到了。耶、yeah! ！哇，好多、哦，大山，他不，你绕了地球一圈，大走特走哎、欸，真的，耶！啊，他就在我面前，哇，绕地球一圈了，哇，绕地球一圈了，哦，哇，哦不。看来我被预言中了，真的会。你这是蜥蜴。谁跟你蜥蜴？不要星星，飞上面，拜托。往上。好关键啊！往上啊！到时候就往下走。我。哎，这是繁星比较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是单行道，所以要绕一圈。星星在那边等大家。哦大家等到都要老掉牙了，还等？绕一圈。哎、欸，什么道具格不用了？哦不 ，Rain 不 No。哦不，我怎么这么笨重？不，
我们来看这个炸弹爆炸好了，耶、yeah ！我要用这个，耶、yeah ！加两块钱我也爽。那我再多过个东西。真的加两块，真的加两块，然后还是多一个幸运的，然后再加钱有吗？获得一个星星。没有。你好多蒙古啊！谢谢哦。Yes。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七彩吧，很近很远。我要踩那个。你赶快道具用。24个。还要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啊，这边那边不能过去啊、嗯。七，你要七，你至少要七，就可以偷蔡大的东西。你有钱的话。那、啊、你可以偷星星嘞。对啊。可以去踩那个危险的那个看看啊。二，想看那个会怎样？就是刚鱼竿啊，给你钱啊，给你道具。你有30块吗？你有30块可以那个吗？可以偷金币吗？没有。可以偷星星吗？收集所有人的金币。VS 个。VS 好了，你过不去哈、啊，你过不去，你过不去，上面上不去，哎、欸，上不去，哎、欸，上面。他现在只能上去。两步啦。我现在只能上去哦。哎呀，你现在选，你骰子没骰出来是没有用好吗 ？Yeah， 没有，我有那个啊，指定的。哦，指定的啦。你要去哪？大家刚刚那个震动的，然后就是二抽钱。对啊。我会被扣一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被扣钱。我会被扣一吗？扣你没有？大家都被扣钱。没有，他现在是走上面还是走下面？走上上面啊。会多一步。走上。嗯。所以我要选三吧。二啦，可是他不是扣一步吗？经过吧，经过的时候还没啊，那时候还没。你要听我的还是听他的？好，哎、欸，这个骰子真的超作弊。那没有，好了，好嘞，没有啦，爆炸，走开，他下一回合才有用。走开，地精，别跳了，别死，我炸开这个，又是这个震动墙的、啊。多一点，有20、欸 yes 哦、分别向大家说20，你没20啊，好多哦，我就是要来赌一波大的，这好赌啊，好贵哦，啊，我好像慢了，我点最后一名，屁啊，拿钱来，竟然最后，干超多。剩下的，他还把剩下的分给我们两个。拿钱来！怎么可能？平凡一点东西，我竟然这么慢。不，我就这么输他了。最后的小游戏。0.0几秒耶！这个是钻石的版。1v3哎。是我。谢谢钻石。吸盘飞镖。那边。完。达标喽！在干嘛？将三只飞镖射在。一动就好。哦。他射他。哎，刚刚不行啊。卡住了，哎、欸，飞镖会卡人呐、啊！不错不错，这个风。哎、欸，只有我一个人射到哎、欸，目前。哎、欸，只有3只飞镖哎、欸，一个人最多。只有我射到。射5只飞镖，如果15只里面没有那个的话、就是，卡住了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就这样。这样要扣。就是有5只飞镖，然后至少要有3只在他身上。没有，他说要困住我哎、欸。困住。他说困住我哎、欸。没有，他困，他是说可以困住，但这样我们一定会中。但重点是最终目的还是要射到他三只。对，要射到他三只。喵！挡他，挡他喽！啊！我没了，好了，来玩吧。好难哦！他被困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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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爆你啊！啊，好会啊！这招可以，哎，又是你，我按了，我按了，我按了。你没按啊？可是我按，哦，为什么我刚一按他不赢？白目！喵！开住他，塞他的肛门。空三回。哎、欸，我得到一个、哦！哇，我剩一只标了。完美耶！ Yeah! 你们真的拿到最后两只标了！啊！可以可以。你一直不射，小鸡鸡。我在观察你的走位。走位。还是没得走了，老爸，要帮你玩。耶、yeah!烂游戏，真的烂。为什么这样烂游戏？所以这结束了。对，宣布喽。第三名了。哦。荒山冒险结束了，胜利走向。他还会再发星星，我记得。我记得他会发3次。耶、
被选到的人会获得星星，第一份奖励是金币奖励，金币就是我，我最多钱钱，获得金币数量最多的人，一定是路易吉，一定不是我，够超多的，哇，耶、yeah! ，我跟你是差一个星星啦，跑最快一定是路易吉。移动速度最多的，真的假的？是你吗？我用超多颗蘑菇的，还想拿星星，超错了，全部有胜者了啊！啊，这已经不用。看来我是大赢了。啊，难道用管子也算吗？应该是没有啦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。你刚刚，哇，预测成功哎！他预测成功了，他根本就有内地，就是这个人会给他好一点的赛。哦，第三名，虽然说你偷那个钱，他妈的，谁跟他去比？好多五颗星星嘞，好棒哦！放上我偷到钱之后拿到一颗星星变第二名，新的哎，新的 Mario Party， 好，等一下看一下后面的那个，可以玩小游戏啊，玩一次超久，超烂的。他有详情哎，详情不能看了，哇，没有看到详情，可惜。好啦，休息吧，好累哦。有小游戏啊，小游戏，嗯。小溪我们就自己玩吧，这个好累啊、喔。我们先关台好了，先休息。哎、欸，真的大逆转，我一开始超弱的。这个啊。我们就休息玩小游戏啊，然后这边就先关台吧，看很久。拜拜。那大家拜拜，晚安晚安。拜拜拜。拜拜。微热，我穿的外套。三球。我也好热哦。